秦琪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，我跟全全送你吗？我怕你们来送我，我就不舍得走了。 你呀，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呀。知道了，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话？心情，我很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和全全好好的等我回来，好吗？ 放心吧，我们会等你的，一路平安。竟然没发现过，慢慢察觉心打开了，轻轻捂深埋的痛，慢慢被愈合。